时，才不会手忙脚乱哦。提早做准备，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人有喜怒哀乐，人有七情六欲。我相信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看了我陈立豪这么久的电视节目，各位，你有看到哪一个投顾老师像陈立豪一样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不会吹牛。给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，立豪的业绩第一，绩效第一，全国第一。而且各位，我跟你讲的都是事实。今天我车标上写了几个字，等一下你把我的节目全部看完，录影功能全部打开，各位一件事情就好，看完之后加入陈立豪，可以吗？如果你有看到陈立豪造假作弊，该我退出股市。该全市场没有人敢讲这句话的，只有陈立豪敢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因为我们每天在股市里面就是战战兢兢，实实在在，真的让你赚到钱，不用吹牛，不用作弊。各位，这就是陈立豪。第一件事情，各位，我多久就跟你讲，从371块哦，我就跟你讲四星 KY， 讲到现在我一路以来都跟你讲四星 KY， 你有要相信吗？我跟你讲2300一定会到，你有相信吗？各位请看，各位，今天四星 KY，各位，最高2310块，各位，我当初跟你讲，你有相信吗？再创历史新高，2300来了，今天来了。我从3月1号开始跟你讲 AI 人工智慧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你讲，甚至于各位你注意看哦，你看我做最多的股票是哪一支？就是四星 KY。 我一直跟你们说过，很多人要陈立豪的名牌，各位，我的名牌就是四星 KY， 你就不相信？各位，3月29号讲四星，3月30号讲四星，到4月24号讲四星，到了6月份也讲四星，到了6月12号还是讲四星，各位，6月15号依然在讲四星，赚翻了。6月29号。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，各位又买回四星。7月10号，各位，股票真的不要多，一只四星看台股，各位你看到了吗？股票要多吗？7月18号依然买四星。7月19号，请你们看完 VCR 跟手机的内容，还是买回四星。7月21号，电视上告诉你，全国的观众请注意了，各位，当初我说四星会到2300，你有相信吗？好，各位注意看，到7月21号还没有到2300哦，你看哦，各位，7月21号哦，最高2230，对不对？各位，我当初就跟你讲会到2300了，你看，你们看到？各位，你看今天来了。2310块，各位，你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，各位，我不但是一流，我今天请所有投资朋友们把你手机的照相功能全部打开，我开始要验证给你看了，好不好？你只要抓到我造假作弊，
那边里面手机里面的时间、手机里面的日期，只要有造假作弊，陈立豪退出股市。啊，如果没有，如果没有，各位，请你跟着陈立豪一起打江山，因为你的年终奖金要靠陈立豪我帮你赚。各位听得懂吗？跟着立豪，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真的帮得到你。各位，我曾经告诉全国投资朋友们一个观念，你知道我的投信朋友很多次跟我讲，投信朋友很多次跟我讲，他说陈立豪，你在电视上不能讲得太准啊。我说为什么不能讲得太准？他说你讲得太准没有人要相信啊。我说为什么没有人要相信？讲得准验证人家自然会相信啊。他说现在的社会很多的投资人就是反骨啊，现在的社会很多的投资人就是有问题嘛，所以你越讲得越真，你讲得越清楚，他会觉得你在作弊。这就是社会。所以我跟他讲不可能，我就是要用手机验证给你看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对不对？如果手机验证日期时间你都有办法造假，那各位，这个世界没有公理了，没有公理了。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陈立豪吗？因为我不造假，不作弊，不欺骗，不吹牛嘛。你还听不懂啊？全国的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你真的要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，你要跟我们一样，让每天有赚大钱的机会啊。各位你听得懂吗？我们在赚大钱的时候，各位，你要帮我们真的正能量鼓鼓掌，你千万不要生气，你也不要讲说哦，全市场的钱都给你们赚就好了。各位，事实就是如此，没有办法，真的。所以我验证给你看。所以各位来，我真的今天给我先用手机验证给你看好不好？你看看，你只要看到手机，各位，现在请你把照相功能打开，我就验证给你看，好不好？今天四星 KY 来到2300，你知道我做什么动作吗？各位，我们做多的全部获利之后，还去放空四星 KY， 你相不相信？你一定不相信哦，对不对？你不相信嘛，对不对？我验证给你看好不好？你看看一流的老师会做多，会放空，会回补，你看赚钱赚得跟喝水一样。你看，各位，各位，今天两个字，注意看哦。我现在一个一个给你看，各位。我今天来玩一个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我来玩一个不一样的，每天在讲一样的没有意思。我今天就让你看看，从早上还没开盘，我手机传给我的会员，一直到收盘，你看看我在盘中四个半小时，我是怎么带会员的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让全国的投资人看一看，我跟你差别差在哪里。让全国的观众看一看，吹牛比赛的老师跟真正打江山的老师，哪一个是真正你需要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来验证一下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，好不好？各位请看，你看看一流的跟那个不入流的到底差在哪里。一流的会让你有机会赚大钱，改变你的生活方式，那个造假作弊吹牛的只会让你葬身谷底，葬身谷海，听得懂吗？请看各位，今天你们早上还在睡觉，各位，早上还在睡觉，各位，今天开始，我从第一通5:26开始，我就告诉会员了，早上8:30前我会有一通分析。好，各位，你看开始分析了，我分析了这么多几点，注意看几点，7:50我已经分析了这么多。好，各位开始了，开始了，第一通，各位，第一通。第一通来，会员注意，7月14号买进的2376技嘉，我们在285到287买的，现在373到380，请全部获利出场，不再追踪，再上去给别人赚。各位注意哦，今天两个字，9:16，我们在7月14号买进的技嘉，各位注意看，我们在7月14号买进的技嘉，各位你注意看哦，你看我怎么带出哦。好，来，各位，7月14号礼拜五，你看一下技嘉，2376，285到287买哦，285到287买哦。好，各位来，到今天，各位你看到今天，到今天7月25号，到7月25号，哎，你看哦，2376。你看七月十四号，
最低多少？ 281.5。 我是讲285到287哦，我还没有买到最低价哦，我没有买到最低价哦，各位，281.5 最低哦，收盘收296，马上赚钱。各位，到今天你看我带出了，到今天带出382.5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你看我在几点？各位，我在早上几点？早上九点几分？9:16，我就在讲373到380，请全部获利出场。好，各位，你看我在讲了之后，9:16讲了之后，各位几点来？你看，各位几点来？几点来？我9:16讲，在9:28、9:30左右来到最高382.5，我全部出光了，我全部出光了，各位，我9:16讲，各位再看哦，今天我9:16讲，听得懂吗？我出到373到380了，我全出了，9:16讲，各位将近快9:28到9:30来了，来到382.5。各位，我全出光了，出光之后，各位收盘收352.5，各位价差差了30块，你帮我鼓鼓掌，一流的老师出到最高价。各位请看，你如果各位跟着做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10张94万，100张940万，各位这个是技嘉的部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验证四星 KY， 各位注意看了哈。注意看一下，7月20号，我就讲最近做了一次就好。7月20号，当四星 KY 打回到2100块以下的时候，你敢买吗？你敢买吗？7月20号，当四星 KY 打回到2100块以下，你敢买回吗？你有勇气、霸气、行动力吗？各位，那时候成交1384张，你敢买吗？跌35块那一天。各位，7月20号，你敢买吗？各位看一下今天，各位今天最高拉到2310块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7月20号你做最后一次的四星 KY， 各位到今天7月25，各位注意看哦，早上9:36哦，早上9:36来到2305块哦，好，各位。你看我怎么传给会员好不好？你看一下，哎，各位，时间日期盯一下，时间日期盯一下，好不好？盯一下，你看看陈立豪有没有作弊，好不好？注意啊，各位，来，各位看一下，今天两个字，会员注意，3661的四星终于来到2300元了，做中长线做多的人可以全部获利出场兼放空，各位注意看哦。全部出场兼放空，9:23，好，各位，我9:23就讲2300会来，不但来了，各位出掉兼放空，你看，各位，我9:23讲，9:36来了，9:36来了，各位，我不但出光了，赚了200块。出光了赚了200块，各位注意看，出光了赚了200块，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10张200万，100张2000万，各位，我那个台中的第七期从化区那个客户，各位你知道感动到哭呢，感动到哭啊，感动到哭啊，哭知道吗？怎么有这么准的老师啊，各位，这才叫真的嘛，这才叫真的嘛。各位再看，各位，我是不是兼放空？我是不是兼放空？看清楚哦，我是不是兼放空？早上9:23就在讲啊，各位，9:36来了，全部成交，我做多赚200块，还去放空，各位，我还去放空，你敢吗？我还去放空啊！放空之后回补不到1小时赚90块，又赚90块，又赚90块，10张90万，100张再900万，各位累积20980块，各位看到了吗？真实富贵千真万确，如有造假作弊退出股市，各位7月25号2300附近获利兼放空，连放空都赚90块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各位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
帮我鼓鼓掌。手机能够造假作弊吗？而且可以滑动的，可以滑动的，我再强调一遍，可以滑动的，帮我鼓鼓掌好不好？好，我跟你讲的技嘉，我验证哦，出到很漂亮哦，出到380哦，收盘收352.5，对不对？出得很漂亮，很漂亮啊！四星 KY 我也跟你验证了，对不对？2300出掉兼放空，又赚90块。各位，这种老师你要去哪里找？从头到尾验证的老师你要去哪里找？各位，我的投信法人跟我讲，陈立好，你真的现在在投信圈哦，在外资圈是 number one 一流的。各位，我没有什么，我没有在网络在讲股票，我没有，我就不需要啊，我只要赚该赚的就好了，我只要照顾我的会员就好了，我的会员就一直支持我就可以了。各位听得懂吗？好，来，那我验证了四星了嘛，哈，2300到了，让赚大钱成为一种习惯嘛，哈，做多200块，放空又90块，那各位我们再来印证好不好？印证什么？印证高利。我昨天跟你讲什么？各位来，我昨天跟你讲什么？各位你看哦，昨天的节目对不对？我不是跟你讲四星高利智源吗？有没有？各位，这些都有创历史新高，对不对？我说你有吗？那各位你看哦，我7月18号，我7月21号买高利，对不对？你注意看哦，各位，我印证一下给你看，我印证给你看，我印证给你看，为什么我做多7月21号做多，我昨天为什么要放空？哎，各位，今天高利重挫呢，我昨天放空，哎，对不对？各位看，7月21号买什么？买高利嘛，对不对？是买高利，买高利嘛。各位，7月21号买到了嘛？你敢买吗？7月24号昨天出掉了嘛，赚了72块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赚了72块？10张72万，100张720万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各位，哎，我出掉都打在车标上，哎，我出掉不是打在车标上赚了72块吗？有没有赚了72块？哎，各位，我昨天不是跟你讲我去放空吗？有没有？你看，哎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哎。会员注意，昨天嘛，哈，这是昨天7月24号，目前啊，全市场的股资金都在玩 AI 嘛。这样的情况会看到不太好的状况嘛？啊，如果要放空的 AI 的可以来找我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你看哦，这第二通昨天的9:56，哎，各位看，会员注意啊，刚刚 AI 一阵骚动啊，很多会员有放空高利啊，哎，各位，我昨天为什么要放空高利？我昨天为什么要放空高利？啊，我昨天为什么要放空高利？涨上来嘞，涨上来嘞，涨上来，一般的投资人是追追追，带着钢盔往前冲，哎。我陈立豪是谁？我是一流的老师，哎，你要冲我就丢给你，而且反空，听懂吗？所以各位，昨天我是不是空？给我昨天不是跟你讲空了吗？哎，你不相信啊？你看，7月24号，我不是放空高利吗？我不是放空高利吗？各位，我昨天是赚20块而已呀，我昨天是赚20块而已呀。那各位，我是一个老实人，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呀。那各位，哎，我昨天放空都赚20块，放空我说这是真的，有没有？我说这是真的，我赚了20块。各位，你看今天，各位你看今天，各位最低多少？393，跌23块。各位我是谁？如果连这样印证你都要怀疑，你都要觉得是真的是假的，妈的，你退出股市，你退出股市，你不要做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喜欢陈立豪，这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股市里面赚不到钱。各位，你要的是正能量，你要的是一个股市的一股清流，我就是验证给你看。所以各位，真的，各位你相不相信？你相不相信我今天又买回高利又赚钱？各位，我昨天放空对不对？我昨天放空对不对？今天有更低对不对？各位你相不相信第一时间我就已经买回赚到这10几块了？你一定不相信了，所以我就拿给你看。各位，开盘前
开盘之前我就讲高利403到407买，早上几点？早上7:50。好，你看一看第一时间，我们昨天空了嘛？第一时间打下来，还没开盘我就在讲，第一时间打到哪里？第一时间打到406。啊，各位，我是讲多少？我是讲403到407买啊。啊，各位买到了没有？买到了啊！你看，哎，买到了啊，9:09就到了嘞，回补反买啊！啊，各位有没有赚钱？有啊，7月25号才8分钟，哎，各位才8分钟赚13块，才8分钟赚13块，各位10张又13万，100张赚130万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各位，我的天哪、啊，各位再印证给你看，来用手机，你看。我今天在这个地方，我跟你讲，技嘉，我不是跟你讲出掉吗？出到最高，各位，你看看第二通，我在讲高利的时候，会员注意啊，9:16哦，8996高利刚刚有成交406的部分，恭喜，现在418要做短线的人可以自行获利出场，各位，9:16就被我出光了，各位，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吗？哎，我验证给你看，哎，各位，他来的时候是几点？来到这个419是几点？来到419至少9:25到9:30来。那各位，我是什么时候讲的？我是什么时候讲的？9:16就在讲。哎，导播是上半场还有3分钟是吧？好，各位，所以说我出掉对不对？啊，出掉是不是赚十三块？10张13万，100张130万。啊，各位，我出掉了没？出掉了。各位，再让你看好不好？出掉有没有打下来？有啊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各位你看，出掉之后打下来有没有做当冲嘛？我当冲又赚了这个钱嘛？各位打下来打到最低的393，哎、欸，各位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，哎、欸，各位，10:56，8996高利390到394再买回，我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股市一流的老师，我全部在验证给你看，用手机验证给你看。各位再给你看来，到最后我传给我的会员，各位会员注意了，看到了吗？今天我们的操作100分，而且如果做股票不要太急躁哦，你如果太急躁，两边都会被打巴掌哦！恭喜大家把资金保留到明天，因为我们今天100分，我验证完了，我验证完了。我的四星 KY， 我说2300会到，就2300会到，来了，来了之后我放空，我又赚90块。我7月14号买的技嘉，285到287买的，各位，全部涨上来了。所以各位你看哦，做股票真的没有这么难，难在你的心里面，听得懂意思吗？所以我希望各位投资朋友们，你要了解一个观念，如果说你在股市里面你真的有陈立豪在带，各位真的你会非常的轻松，叫你买你就买，叫你卖你就卖，叫你放空你就放空，叫你回补你就回补，各位听得懂吗？各位所有会员都在等你，所有会员都在等你，好吗？各位今天真的所有会员都在等你，一通电话我可以帮得到你，好吗？各位投资朋友们，先让我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回来好吗？谢谢。全民抗涨大作战，888抗通膨专案，让您轻松的负担，帮助您快乐的赚钱。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抗涨专线02-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
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，静心思考，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似乎不够，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。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，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，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。鼎业投顾全心照顾，02-8511-3366。邀请您加入赢家的行列。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，验证是最大的诚信。利豪真的希望所有的投资朋友们真的能够跟着利豪一起打江山。股市需要一股清流，我就是一股清流。我不会造假，不会作弊，不会欺骗，我也不会吹牛。我从头到尾我都是用手机跟你验证，连时间日期我都讲得很清楚。何需要去造假欺骗吗？有需要跟其他投顾老师整天在吹牛比赛吗？不需要，只要真正赚大钱就好。各位真的好不好？业务都在等你一通电话而已，跟着利豪安心放心又开心，一通电话我帮得到你。祝全国亲爱的投资朋友们明天操作愉快，谢谢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